日本广播协会，也就是 NHK 电视台统计，当地时间7号零点到晚上10点，日本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天570例，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首次超过7000例。不喊冲就过来了，我爬上得很，那个床的，也是你们。我们来钥匙，钥匙。我觉得就是他年终奖。1月8号了啊，扎心了啊！收到年终奖。我操！哎，你那儿？嗯，那个，那个车，哎呦我操！这怎么回事？我日！一不小心，你可能就会被撞倒。
LV 的度假系列怎么能少了可爱的狗狗呢？今年强势推出了两款宠物产品，分别是宠物旅行。放弃努力。我觉得有朝一日啊，时间的话，我极有可能会成为，会选为，就是常州话的推广大使。哦，没有。赶着死。哎呀，这个人家胆子还大呀！我看那个蹄子是不是？你看前面那个，我在看他，他活了，前面走一步，他这个胃也疼，还鱼帮我。